大家好，我来吃一摆，今仔日上紧张哦，因为你是今仔日无法度来，伊就叫我来甲大家报告，爱甲伊，因为拢用台语报告，所以我平常时嘛无咧讲台语，但是看伊敢若全程拢用台语讲，足简单诶，我嘛想讲我嘛试看卖啊，即马即个爱台语诶网站已经开放。好，大家来使用啊！我就小可介绍一下吼。你若是唔知影啥物事，要安怎讲？比如讲，即马上红的啥物？宝可梦。啊，要安怎？大家要安怎讲？你有更较好的讲话，你就会使直接写。你会使凊彩写，伊后壁有一个神秘的团队会甲你正规化。你若是台语真好，你就会使直接来遮。你看遮就有真侪即个词吼，你就会使来。比如讲，你若知影即个词要安怎讲。你就会使搞，你嘛是凊彩吧，反正伊迄个团队会甲你正规化。我要讲啥？伊迄前端是用 React， 后端是用 Django， 所以讲你若是对台语有兴趣的，还是有啥物想法要来贡献，你就会使来找我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太厉害了。